今日之点，我哋一齐嚟知知唔踎唔知球技好嘅谭海邦。话说荃湾前区议员谭海邦因为涉及35+初选案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，今年三月一直还押至今，踎监半年，好多人都会无所事事咁虚度光阴。但系阿邦佢唔同啊，佢上进啊，成四张嘢都冇话日日 hea 住踎。他在里面踢波啊！阿邦他早两日在社交平台贴文，说自己近日开始跟囚友踢波，事关踢波没那么闷的话。阿邦他说自己手长脚长，好啱做龙门，还说自己最近开始掌握到飞身接波瞓落地而不会受伤的姿势，会尝试做个狱中降门。哇！斋踢都已经成个林元三的形象出咗嚟，好型仔啊！扭得好，踢得鬼马啊！唔系，要改歌词。阿邦他是接得鬼马。估唔到一单初选案令到香港狱中出国门，真系唔踎唔知球技好。阿邦，你加油啊！香港监狱嘅龙门要靠你守住啦。